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观看数学给你带来的游戏实况 Inside。今天我们要带领这个小人找出不是逃脱这个什么罪恶势力的大阴谋啊，大阴谋啊。我们现在来开始冲，哎，怎么不冲啊？冲，不要太踉跄了，小心点。活下来才能逃嘛，对吧？你要是活不下来，就做这种事情就没什么意义了啊！小心。感觉游戏声音可以再开响一点。这样。那我们就给这小人取个名字吧，然后给他取名叫这个。等一下，这一波怎么说？先猥琐一点，好好冲过去，小心，躲一下，好，冲！我们来取名字吧，对吧？那我今天叫他蛋蛋啊，蛋蛋。是，不要问我怎么想出来的，这觉得很适合他啊。他们好像别啊，别过来啊。对，好，走了，快溜，哇，太恐怖了。冰箱能不能拽这个冰箱啊？这边怎么拽？看一下操作，上下左右抓取是 right control 右 control， 好的，右 control， 来，哇，你发出这么大声响，不要被抓起来了。下来了，先躲一下。哇，这狗会不会看到？好像没有看到。溜！ Nice 呀，厉害呀，小伙蛋蛋就是强，这箱子大家可能有用啊，应该要拉过来的。去拿下箱子。这游戏对比它，慢点，待会儿被砸死。你到右边去推啊！这游戏相比它之前的一作，很多细节上的东西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人物都立起一下，我们终于能看到蛋蛋。就是完整的四肢，虽然他还没有脸。哦，这一局有点吓人，这能过去吗？哦，他在照那边，快！哦，完了！狗来了！吓死我了！哈哈，这狗也太吓人了！希望这一座里面就地上不会出现一种什么刺啊这种东西。哇，蛋蛋还是身手很敏捷的，在这个生存的压力之下，哪怕被狗追。还是逃脱了一劫，这里要小心，感觉有东西。先走一点。哦。啊！什么？这不给回手掏的机会的吗？哦，冲啊！蛋蛋冲啊！蛋蛋冲啊！蛋蛋跳下去！蛋蛋回手掏 ，nice。
淡淡英勇。哎，这车怎么停下了？看不清，看不清人。哇！这感觉不能这样冲过去吧？哎，不管了，试一次。冲啊！哦，他追过来，他追过来了！哦，进来，进来，进来！哦，我滑倒了，我滑倒了！啊，不要抓我啊，蛋蛋！哦，蛋蛋，我跳！哎，不不，不是这里跳，我跳！哎呦，蛋蛋怎么这么笨啊？怎么故技重施啊？你是妖姬变的吧？来这里跳，好，继续冲！蛋蛋冲啊，蛋蛋跳！蛋蛋冲！哦，蛋蛋啊，蛋蛋死了！蛋蛋怎么被前后包夹啊？那等一下，等一下，然后冲！哎，你怎么？哎，踩的口角啊，蛋蛋！完了，蛋蛋又被迷昏了，咱要不要回去处刑了？啊，你看，我现在冲了，好，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哦，他冲过来了，然后我跳，好，然后再跑。哇哇，然后我直接冲下去，哦哦哇，刺激！他们哦，带狗来追我了，跑酷游戏。哦，天天快跑！哦，又来了，我跳！啊，我不要命了！啊，哎，游泳啊，下面有什么东西吗？会不会淹死啊？透一口气，透一口气。哦，哦。啊！我蛋蛋中枪啦！潜下去，潜下去，潜下去。他这个人打得有点准啊！啊，这边应该安全，这边是黑的。好，走，蛋蛋，注意保持呼吸。又来到了大马路，大马路都是最安全的，最可怕的就是那些乡村小道。哎，看一下，滑下去，小心。蛋蛋穿过了高高的芦苇道，哎，这种地方就感觉好安全。就完全不会出现那种什么狗追人啊的事情，然后好像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叮叮当当的。你看，好，我们先出去，小心一点，蛋蛋冲啊！你弄个小鸡啊，不要踩到小鸡。蛋蛋冲啊！妈，怎么这么笨？我不是你们妈妈。哎，哎，跟不上了吧？哦，这是不是要像那个一样荡进去？哎，哈，跳，好，进去了。啊，我听到的声音是小鸡的声音。可以把门打开吗？哎，小鸡都进来了，好可爱啊！这小鸡，先别动这个啊，这个感觉有点危险。把这个打开。有什么用啊？
对，这小鸡太可爱了。接下来，啊，是不是可以把小鸡吸进去啊？这小鸡也太惨了吧！来，小鸡过来，小鸡过来，小鸡啊！我跑的比小鸡快，跑的比小鸡快，好，好，哇，小鸡都被吸进去了，哇，小鸡好惨，哇，小鸡，哇，小鸡还活着。哦，死了一个，啊，小鸡你好惨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为了生计，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好了，我要走了，希望你们能好好的长大，好吧？这是我给你们最好的祝福了，因为我现在也很难很难自保。好，现在我们变成了刺客信条，这里面哇，这不会有信仰之月吧？哇！哦哦，好多猪，行。哦，这个还要踩在猪身上。别压我，别压我。好，好，又是刺客信条。下来了，下来了。你怎么变慢了，蛋蛋？怎么深陷泥潭啊？哎，怎么越……沼泽地儿，别死了！哦，蛋蛋会爬栏杆，厉害，蛋蛋。好，跳过去，别掉下去，跳跳。哇，这些牛还是活的。哦哦，吓死了！那生病的野猪。猪被感染了，好恶心啊！哦，咦，走，走，哇，太恶心了，这游戏。又黑又可怕，好，在这里别动了。哦，还可以控制。厉害了，厉害了！四个人一起推，抬，站站抬。蛋蛋力大无穷，荣耀属于天生战狂。哦，已经白天了吗？感觉白天就不太好逃了呀。哦，有好多人等着接受改造。
但蛋蛋并不想接受改造，蛋蛋要逃，蛋蛋冲过去，他们都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没有了自己的灵魂，太可怕了。这工厂里有今天的大秘密，这上面是不是可以上去？啊，我知道，来下来。荡一荡，这不太好荡。咻咻咻，跳！好。哎，又是小鸡们吗？我好开心啊！哎，这个椅子不能弹。啊？小鸡们，爸爸来看你啦！哎，这是麻雀吗？换了一批啊？没有没有，他们是害怕。这个感觉是个陷阱啊！看看啊，这麻雀又回去了，是不是抓麻雀的一个陷阱？哦，地图突然庞大起下走吗？最低就行。用这东西可以把我自己抬上去，是吧？这要怎么做呢？哎，好。不行呀、啊！好，到这里。跳，好，蛋蛋跳。哎，蛋蛋不行呀、啊，蛋蛋，蛋蛋下去。今天麻雀跳跳、麻雀就害怕的溜走。这怎么弄啊？这应该是要去上面把那个箱子推下来，是吧？使劲跳呢？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哎，他怎么不是？哦，这不就成了吗？原来想说他始终不是 agile 呀，冲上！漂亮啊！哇，小伙子可以啊，很聪明啊。嘿，下去。哦，我死了，我摔死了。哇，蛋蛋，你这次摔死，你这死得也太惨了。把箱子推下去。反复试探。哦。Nice 啊，丹丹，没事，下去。
詹姆斯。好，丹丹不走寻常路，开辟了一条往下的通道。好，丹丹下，丹丹小心，丹丹下去了。好，这个。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哦，有个球。哦，还有隐藏的这个要素哎，而且我才拿到一个，后面还有13个。这个门上门里面应该是有那个人，但是我需要让他们走出来，不行吗？哦，他怎么是镜像走路的？谢谢静流水送的青干辣条。他是镜像走路的，那你们握个手呗。好了，然后我下去，让我下去，下去，哎，下不去了，完了，哎呦，下去了，然后把这个关上。再来一次，再把自己定上，然后看会发生什么。哦，有机关啊！不是，让我下来。技能控制人还是牛逼啊！来了，又是屋顶，又是刺客信条，这板不要断啊，看着就害怕。他滑下去，他不就死了吗？滑，小心，跳，哎！哇，下面竟然有个这个，菜啊！在下面这个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就是跳。Oh, nice！ 就是它会有明显的一根线的提示。那种电线，然后就把这东西拔掉，拔掉它，爽！像你们啊，在进行这种阴谋诡计，啊，我让你们得逞。蛋蛋这个手力还是可以的，这种管子都能抓。又有小麻雀，来，蛋蛋，体现你的技能吧。然后蛋蛋走钢丝，蛋蛋将一走，蛋蛋要死啊！吓死！这下面还能下去吗？来，蛋蛋勇往直前，死了！哈哈哈，蛋蛋死了。好，知道了。好，还是转。蛋蛋冲呀，蛋蛋跳，来，蛋蛋徒手抓钢管，蛋蛋降落，
赶紧冲锋。这是什么东西？哎呦，蛋蛋徒手拆木板。哎呦，蛋蛋厉害。蛋蛋最后能不能控制这些人，把那个老 boss 给干掉？老鼠，我们先下去看一眼。冲啊！啊，够不着。那这个梯子就形同虚设啊，形同虚设啊。啊，没事没事，那我们先下去。背后有一个带秘密，哎，这死路啊。那只能往上走。破，蛋蛋。但他够不着啊，是不是？那这里也回不去啊。哦，这个我最讨厌这种谜题了啊。我知道，那把梯子架那边去嘛。哎，我真是天才，哈哈哈。下一个，这个东西啊，你也太灵敏了吧。哦，上的人如果直接过去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人跳起来咬我？直接过去的话电梯就动不了啊。但是我可以先把门打开。对对对对对，哎，还好啊，没有死第二次。这个生存的本能让我冲啊！好，躲下来。好，冲啊！好，躲下来。冲啊！上楼。这种机械真太可怕了。就是就推荐杨勇信息哦，推荐杨勇信息，这太吓人了。这网瘾少年要逃离杨勇院的一个故事。对不起啊，把你弹弄下去会赔的。入戏了，入戏了，入戏了，入戏了。虽然演的一点都不像，但是感觉还可以。他没有发现。就是脑部同步有一点不一样，你知道吧？有的人，啊，就是到框里了就要跳。哎，我演的还挺像啊。但是我穿衣服跟他们不一样。QQ 炫舞你知道吧？哦 ，Michael Jackson 低头扭腰。哎，我这演的也太像，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其实是一个真人。哦，对不起，多走一步。我是因为那个脑部同步啊，就是没有做好，但是你也不能这样怀疑我，知道吧？有些人就自己确实是会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操，一只狗，好恐怖。怎么发现的？我惊了！哇，我惊了！啊，他是一定会发现吗？所以我要跑吗？跑跑跑跑跑跑跑！跳！哇！蛋蛋第三次躲过了狗的追击，还是运用熟练的啊，跳一下。哦，狗来了，狗来了，狗还会追，狗还会追，快快快！蛋蛋，蛋蛋快跑！蛋蛋，哎呀，哈哈哈，哎呀，哦，我犹豫了，犹豫就会败北啊。啊，没事没事，我已经会了。好，先把狗引下来。好，然后跳上去。好，然后狗掉头，然后我跳，好，变身，这个机器，把机器搬过去，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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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工具人，工具人，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蛋蛋这遛狗好爽。咳咳，放在这里，然后再去，变成植物人。是工具人冲啊！啊，有点危险啊，小心！工具人。啊，陷入僵局，怎么办啊？撞，不行。那工具人操控工具人可不可以？哦，还有其他的工具人，厉害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这叫什么？二度同步。哎，我不管这词。巨人造工具，这才是最强工具啊！他会同时脱离连接，是个傻子。好，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慢慢都要被我发现了。箱子里面住了一个工具，来，工具人操控工具人，工具人冲啊！工具人把车子推过来，好，安全，工具人就跳上去，好，工具人脱离，好，工具人再生，好，然后我们的推车工具人再推车，来，不要倒着推嘛，多不爽，正着推，对。好可怕！把门打开来，吓死他们！这波我懂了，就是你到这里来，然后呢，把它打开。脱离下去，掉到海里，爽！啊，我们的蛋蛋又一次啊，绝境逢生！哎，上不去，能不能从下面走？蛋蛋绝境逢生，
蛋蛋，你要是觉得不行了，就跟我说，千万不要硬撑，我看你已经不行了。它下面还有倒影啊，这画面还可以啊。哦，蛋蛋有板了，蛋蛋快快快快快，蛋蛋不行了，蛋蛋吸口气，哎呦，太难了。好，蛋蛋，蛋蛋去推它。哎，蛋蛋太笨了，蛋蛋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一定要听我的指令。再跳。我来到了一个神秘小房间，蛋蛋按按钮。哦，如果不按的话会被淹死。这边再按一下按钮，我扶蛋蛋，蛋蛋扶上去，蛋蛋不要被淹死。先从这边上去看一眼吧，虽然我知道应该怎么往下走，好像。哦，翻漂亮啊！我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要回来？雕虫小技，还放了一根铁链迷惑我。哦，这里有个大箱子，看一下。不能打开吗？只能左右平移。哦，那就把这个大箱子带过去，然后我们就可以踩上那个铁链往上爬。就放在这里就好，好，然后开，蛋蛋扶，蛋蛋扶完铁箱扶，啊，不是铁箱，这是皮箱，铁箱扶不起来。好，蛋蛋，猴子上树，猴子上树。哦，有好多好多工具人，如果这些工具人让我同时，哦，死了，如果这些工具人同时让我操纵，我就可以把这机器给炸了。对，吓我一跳，下去。啊，哈哈哈！啊，就弄了一半，还要再回去躲起来是吧？有点坏啊！他怎么会想出这种设计？要是我就不会允许我的监狱里存在这。
但那怎么狡猾啊，气死我了。狡猾的蛋蛋，这就是狡猾的蛋，太狡猾了。以后我们可以再出一个滑稽的蛋，对，不要问我是哪个鸡。好，然后我们赶紧刷刷刷刷刷，好，赶紧跑回去，好，躲起来。再转，再转，转转转转转，工具人转下来。好了，可以了，蛋蛋跳，蛋蛋跳。啊，蛋蛋，蛋蛋是个傻子，还要往下转一步。好，蛋蛋跳。哎，出不去吗？哦，可以出去。我吓死了。你下去。哦哦哦，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这一路上都没看到可以躲的地方。哦，我看到了，我知道了。把这个板撬开了，把这个板撬开。蛋蛋快！哦，哈哈哈！蛋蛋还是很聪明的，竟然没有把这个动作完成，把自己关在了下。可以啊，蛋蛋，有东西。蛋蛋摔了一个大跤。啊，蛋蛋死了，蛋蛋又一次摔断了自己的腿，太笨了。哦，好，蛋蛋抓铁链，蛋蛋的猴子上树，蛋蛋的猴子下树，蛋蛋猴子下手不是不熟练啊，蛋蛋。啊，小心点吧，不要死。这个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几条狗哎，难道我又要上演逃出生天了吗？趁他们在吃东西，赶紧赶紧。Nice 啊，这狗竟然不追我，真是哎，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来追我了，什么玩意？赶紧洗个澡。就完事了吗？我感觉下面可能会有隐藏关，但是我不……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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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啊！什么玩意儿？我以为你只是追别人呢，你怎么来追我啊？哇，被狗乱啃！走，那还是先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路啊，这狗太恐怖。蛋蛋吸口气，好，蛋蛋再潜。蛋蛋潜水小天王，你看这水多清澈呀！啊，这上来，我接下来要想怎么逃避狗的追捕。然后我们再来一次，我觉得只要跑得够快，好，我跳进水里。哈哈哈！那狗穷追不舍，我死了。蛋蛋潜水，
这狗还会潜水。哦，这也太……哦，蛋蛋潜水，蛋蛋潜水。好，蛋蛋绕狗，哎，蛋蛋绕狗。好，蛋蛋绕狗。好，蛋蛋冲锋，哇，太惊险刺激了吧！哇，蛋蛋再跳，哇，蛋蛋还有狗，蛋蛋还有狗，哇，蛋蛋快！哦，蛋蛋跳！哎呀，蛋蛋被咬下来了！啊，哇，蛋蛋好惨，蛋蛋太惨了！蛋蛋拆门！好，蛋蛋，上！蛋蛋拆门，蛋蛋故技重施，蛋蛋是妖姬变的，啊 ，nice！ 蛋蛋就靠你了，蛋，好，蛋蛋故技重施，拆门。好，蛋蛋跳，蛋蛋翻墙，哎呦，太难了。哦，他们回来了，他们发现了，哎呀，没拉到门，我操！哎，菜的抠脚。好，蛋蛋再引诱一下。哇，这门会不会顶不住啊？哦，在这里跟三只狼狗激情，来咬我呀！哎，哦，过去了。哦，冲！哦，蛋蛋逃了。哦，那狗竟然不会钻过来。哈哈，啊，太可怕了。这狗也太可怕了。哦，有个人。对不起，大哥，走错了。等一下，看他们要干什么。别不到时候把我直接给抓了。他那个潜艇球看到没有？觉得很赞。他要乱搞了，然后他会把这个实验室搞黑。那等他搞黑之后，我们下去看看是不是乱搞。哦，他没发现我。哎，我们有球啦！既然有球，我们就胆子大一点，往下走。这球是喷气的，这科技有点先进。Thank you.
哇，蛋蛋被蛋蛋被蛋蛋被锁住。这个房间是有什么用？啊，自由落体，冲啊，撞他！没什么用，这沉闷的响声，让我们出去。出不去了。嗯，蛋蛋死了，蛋蛋出不去了。啊，别啊，哇，什么玩意，凉了，死了，踩路了，太菜了。看我先躲一下，喝口水，喝口水。这个其实只要等他进来都可以。啊，我们是死不下去了，啊，气死我了！啊，必须下去的吗？哦，所以下面是对的，我以为是我自己走进这种死路了。那这机关谁破得了呀？他也没有明显的提示。现在我还出得去，等我真的进来也出不去了。好，勇士无畏，荣耀属于天生战狂。来，我们反复的敲打这个东西，希望有一天可以把它敲穿。这没有一点反应都没有的，造的也太精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提示。可以开火吗？哦，可以蓄力，懂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启伟大的潜艇之旅。这什么都没有，哈哈。啊，这是一面大墙。好，哦，这里有透光的地方，那就。就很明显就是要从这边出去啊，但是我想再探索一下，好像是没什么东西。我也觉得不会有人这么无聊的装一些就只能看看但是并不能有任何互动的物品。就算有，就你看到了有基于是，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出去就好。是呀，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危险。嗯，这是什么？还会是一道光在照着，吓个半死。这里能进去吗？可以。哎，这里已经。水面，哈哈，这个太诱人了吧！就是想让我去撞他，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头给我撞晕了。哦，这会不会撞完了就把上面的东西给炸崩了？
反正不是我的东西，让你们做这种坏勾当，啊？今天就让你们知道。还没有装。头都炸晕。哎，啊，这里还有一块，这里还有一块。塌了吗？还不塌？这么牢的吗？哎呀，头晕了。都给你撞完了，行不行啊？啊，我不要上来，不要上来。嗯，不可思议。再看看啊，感觉光撞不够啊，那还有其他的东西。哎，别出来。啊，又陷入僵局了，好菜啊！我是从这里进来的吗？是。哎，这怎么过啊？啊，再装最后一下，不行，别给我开挂啊！别给我开挂啊！这个，哦，我好像懂了，我撞出口子之后，我就舍弃船，然后自己游过去，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就这么简单。哎，不让我继续开船，有点难过。好，爬绳，蛋蛋上树，蛋蛋现在又回到了人形的，这里应该会回去。好，蛋蛋按按钮，蛋蛋，哦，哇，哦，吓死个人，哈哈。吓死个人啊！吓死个人！天天整这些有的没的，真气人！啊，草地。这是什么？啊？会不会爆炸？快溜！
他升上去了。这是铁丝网，不能从这边走。那我让他带我一程。来了，蛋蛋冲锋。不是，蛋蛋冲锋。哎呀，欢迎殷覆雪。蛋蛋冲锋，哎，蛋蛋牛逼啊。谢谢殷覆雪送的一根辣条。蛋蛋走过十字路啊，这是十字路还是蘑菇路啊？好像是蘑菇。哎，蛋蛋怎么下去了？欢迎再来，是个傻子，自己往下面跳。我再来一次啊，让大家走过草地路。草地路冲呀！好，蛋蛋的蒸汽机启动，蛋蛋冲锋。是么的人，很正常。哇，有人玩怪物世界怪物猎人世界。我考虑也去搞个冰原吧，不知道冰原贵不贵啊？好，蛋蛋跳。这边荡过去就好。看一下冰原 DLC 多少钱。蛋蛋跳，可以。蛋蛋按钮。哦，我的船。有屁用哎！有什么人？有人！哇，好恐怖啊！谁啊？恐怖游戏啊！吓我一跳！这东西能不能？哦，厉害啊！东西还能飞越障碍物，这怎么开啊？硬撞吗？不要小看我的枪枪，哼，垃圾！这种门不过是雕虫小技啊。这下面有一个大箱子，好像没有什么，把它撞回来看一下，说不定有东西。哦，来了，那是隐藏关。东西吗？没有啊。哦，这里有个球。冲啊！工具人游泳。这怎么才能到下面去啊？应该有东西垫一下。
工具人开潜艇，哇，工具人都可以开潜艇。哈哈，潜艇跳的还挺高的。啊，工具人跳，不行啊，先下来了，我先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啊，谢谢音符雪投喂的冰可乐。哎，蛋蛋不行了，蛋蛋喘口气，蛋蛋喘口气。哦，蛋蛋差点就要死了。好，那我去拿瓶冰可乐。你送上去，哇哇，成了！竟然真的有这种玩法，我有点小强，然后我们现在让他往左走就好，来把它拔出来 ，nice， 工具人都是好样。喝口可乐。我刚刚从哪里来的？好像是这里。它这有一点不太合理，按照连通器原理，右边多高的水位，左边也要多高啊？哎呀，怎么出去啊？忘记了。完了。对，它可以实现脑袋的连接，脑回路的连接，知道吗？你就可以控制它，都是工具，就它没有自己的意识，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阴谋。我今天蛋蛋啊，作为正义的化身啊，这样的程序，就要揭开这些人啊愚蠢，还有邪恶的这种想法。先探个头。这个按钮可以按吗？按不了。他们就操控这些工具，然后帮他们办事，就问题就很有问题。这个按钮肯定有用。对，就是他，你也可以对他对人家身体做些什么事情。谢谢静夜流水喂食的两根辣条。这有一个门是吧？这肯定得开门嘛。我先把这个停在这儿，然后我人出去，我就按按钮。蛋蛋加油，蛋蛋潜水冠军，蛋蛋潜水王，蛋蛋再坚持一下，好，蛋蛋冲啊，蛋蛋吸气，猛男吸气，猛男往右边走去开潜，好，蛋蛋进潜艇。飞得不够远，我要飞得更高。
Nice， 这个潜艇真的太强了，我也想要一个。竟然会有这么强的功能，哦，这什么东西啊？长发魔女，你是什么东西啊？哇，这怎么会有这种生物啊？哦，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啊！走开！哦，就我如果不拿光对着他，他就会接近我，然后他肯定会把我抓出来吃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那我们试一下吧，看他到底会对我做什么。哦，他进来了！哦，他进来了！我要死了！啊！哦，太恐怖了！这种生物，就是在这种啊不良心的工厂就会出现这种奇怪的东西。走开，不要过来！我知道你很孤独，我知道一直没有人在这里陪伴你，你也很可怜。都是这些坏人的错，我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所以请你。要在这水里安息，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其实是同一战线，那些坏人才是罪魁祸首。哎，干嘛？对你的教育还不够，对不对？啊，我们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坚决不使用。坚决不使用武力哦！如果撞他，他还会躲。这是一个敏捷的生物。不要过来，走开！干嘛呢？啊？就知道自欺欺人！你以为我不用光照你的时候就不看着你吗？啊？其实我一直在看着你。我正在看着你看。哎，你干嘛？哦，如果我，我操！哇，是这样的。这哇，他会把玻璃咬破，然后在里面跟我做那些有的没的的事情，惊了。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这样，真的，我还。蛋蛋还小，承受不住这样的攻击。嗯，蛋蛋还小，放他一马，未成年人，好不好？嗯，好吧，未成年人，大家这不能搞，不要搞黄色，别搞黄色啊！我现在过去了，不听话呀！啊，谢谢殷富雪投喂的白金手柄。哇，怎么有这么多礼物啊？人气值一下就上来了，还是礼物厉害呀、啊？已经从13翻到26了，好惨啊！不是啊，他要跟我搞黄色啊，我不能撞这个门啊。有什么办法呀？啊，小朋友，商量一下，你走一下，走开，好，走开，上去，不是我，是蛋蛋，好，然后我上来，干嘛呀？能不能把这东西赶走啊？好烦啊！你想干什么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啊？他还会自己切换位置，能不能把它关起来啊？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地方可以把它关起来。哎，完了！一不看他就，哇！蛋蛋又被搞了！哎呀，灯会灭是因为我用了那个，就是他机器不是可以蓄力嘛？蓄力那个冲刺的话，他会暂时。暂时那个
暂时就是整个船会没有这个电力，需要重新进行电力供给。那我找看有没有笼子，把它关起来。应该会有笼子一样的东西，肯定有办法把它就定在原地，让它不要动啊。能不能去坐那个椅子啊？把鼠标放进去。啊，好烦啊！干嘛？走开！对，这里是有像笼子一样的东西的，但是对，只要撞这个它必定会蛋蛋哦，蛋蛋被狂搞哦。想一想想个办法。门上一条杠啊，它那个门，它就你接触到的地方，它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只要没有办法一下把它撞开，就一样的。它没有这种太先进的那个物理引擎，知道吧？哦，厉害啊，小师弟，厉害啊！哇，厉害啊！你是小天才啊。哦，厉害厉害厉害，牛逼的牛逼的。哎，你还要观察仔细啊，都没看到，就被这个女鬼紧紧逼迫。哎，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啊洗清冤情。在保住我自己性命的情况下，把这个黑心厂这个工厂的老板抓出来，竟然在这里进行人体实验啊！这当我们这个是吃屎的、相信这个。这是谁做的游戏啊？是美国人吗？相信有老美警察的力量，啊，一定会把这黑心老板抓住，啊，干这些不法的勾当，最后都会被接受一定的那个这个良心上，啊，身体上，心理上的制裁。哦，没摔死。来，工具人，给你开门。开不动。我这边是 OK 的，你看一下你的我，因为我这边同时也开了一个直播，自己在看，没有问题。哎，是不是有点卡顿？好像是有点卡顿，是有点卡顿。哎，可能现在网络不太稳定。是什么？这个 U 是什么？这个 U 就是19、18。哎，什么意思啊？
不不不，我还没有，我刚刚在跟你说话，没有仔细观察，我在看这个，一会儿是一会儿18，那这个就不是，也不是倒计时，不是倒计时我就放心。啊，然后这里是可以撬是吧？这待会儿再来撬吧，去看前面那个门吧。哎，是我这边的网不好还是？看一下。稍等啊。我这边是没有丢针的。我这边是画质一直是最佳，然后没有丢针的。嗯，但是好像确实有点问题。啊，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刚刚站着。这个是不能捡的。那么这个门，那这个门，反正也没有控制系统啊，也没有那个神经传输系统，所以就算把它抓出来，救出来应该也没有什么用。没事，我们先去搞那个吧。刚刚有一个饼可以动。上楼了，哦，原来这是个电梯啊，那我就要贸然上去会出事啊。好，到这个一楼到了，一楼到了，一楼到了。这个肯定是跳不上去的，还要再想个办法。左边看一下吧，哦，这个小关卡有点大了，慢慢大起来了，感觉要接近尾声了。哦，这里还有三个工具人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操纵他们，我也推不动啊。这是要很多的工具人一起来干活的吧？感觉是这样。然后到时候我就可以一下子控制好多，然后开始乱搞。那我们先去 B2 看一下，去 B2 看一下。一到了，现在去比二。有一根钢丝，有一个铁轨。铁轨的话，可能会有列车、小车车。哦，大车车，惊了，那大车车能拉动吗？一个人也拉不动，反正这关就是要很多工具人一起干活吧，就是感觉。然后这个也拉不动，哎，好烦。这个是什么？先不要动，先去观察一下，不要飞来横祸把自己砸死。这会下去，下去就上不来了。那我们先拉这个吧，来吧。哦，这是一个，是一个小电梯，手摇电梯。那最后不还是下来了吗？
像个傻子。哦，工具人来了。哇，我心心念念的工具人终于来了。看怎么样操纵这些工具啊，洗个澡。这蛋蛋会受不了的吧，蛋蛋服。蛋蛋猛男吸气。哎。好，蛋蛋再潜。他强任他强，蛋蛋潜水王。哇，这个图太大了。哦，还可以爬山，蛋蛋蛋蛋三项全能王，牛逼啊！潜水、跑步、爬山，摇晃，摇晃，跳，摇。对对对对对，同学，反正这里有这么多机关，肯定要全部给他搞过去。哦，那个十九十八就是反正就是人数，总共要20个工具人，也可以触发机关。好了，蛋蛋现在要哦，蛋蛋可以跟工具人一起行动了。看看啊，那我们直接过去把那辆车看能不能拉过来。哦，厉害，这个太厉害了。哦，蛋蛋可以直接把工具人，让工具人把它抬上去。哦，开始了，开始了，这就是我玩到现在一直期待的。哦，这些工具人现在已经可以，就他就是会跟着你走了，就不用你控制他往左走往右走。就这个工具人吧，他这体型有点痴汉，看着有点害怕。那我们去把那辆车抬一下看。这边先把人送上去。不知道这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好吧，那我们一起来拉车吧。拉车拉车，工具人拉车。哦，然后这边就有很多沙是吧，能不能装满啊。好，把我放上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机关。来，工具人抬。这原来是讲的一个小男孩，一个未成年小男孩和几个壮汉的故事。好，别往那边拉，往那边拉，不用。哦，这如果是萝莉的话，就太恐怖了，这个是，就变得奇怪起来了。那蛋蛋现在回到哪了呢？我感觉很奇怪，可能还是要带点什么东西来才可以。谢谢殷富雪投食的50根辣条，52根辣条。好，我们带着工具人去二楼啊！啊，去不不不，去 B 一去。啊，万一我有工具人被关在外面。让我想一想，工具人是没有办法上去的。
他们也跟着我走了。现在有多少人了？现在八个人了，好强啊！这冲呀！啊，就是信号不够强，只要你离他们够近，信号强，他就会跟你走了。也就是说，刚要去想办法接触到他们。没事，我们先去收集其他的工具。刚刚左边有一个工具，应该是可以救出来的，我们去救一下。这有个工具人好矮啊，有个工具人都是男的。不知道我这个视频投出去之后，会不会有技术君帮我记我说的几次工具？要是有就好。冲啊！哇，壮汉，壮汉开门。啊、哦！不用，你们太积极了。好，我们再去楼上看一眼，去搂一眼。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些工具人还是要，就是你得有那个。到一楼了。哦，工具人现在也可以把我抬过去了。丢！你们等着，你们别掉下去了。这些工具人现在有智商了。哦，又一个工具人跟我走吗？他已经去世了，再也醒了。跟我走吗，兄弟？加油，你还可以，你坚持得住，加油！去看看你的同胞吧。错的不是你，哦，还可以用这种，哦，还接住我了，哦，有一个比较瘦小的被我压垮了。哇，他们待机的时候，这些人会围着我这样看，也太恐怖了。我在看有没有机会能把那些工具人召唤出来。哦，这里几个也是可以，也是 OK。这个是怎么搞？把你们推下去吗？哦，下去了，这应该摔坏了吧？行了，哦，我好像知道了。像一个包工头是吧？哦，刚刚掉下来的这些就来了。他们加入了我们，我们现在几个？1、2、3、4、5、6、7、8、9、10，10个。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男孩和十个壮汉。再把我落下去。差一点，
算了算了算了，先回去，先回去。好，下来。啊，骑。来啦！欢迎我们新的三位兄弟啊，四位。哈哈，太搞笑了。四位小兄弟。去把那些信号不太好的人抓出来，这样子大概就有19个。冲呀！把这里把我抬上去，撞他们。哦，不行，要先把车子拉出来。哎，哎呦，还想接我，这工具人太友好了，都有点不好意思。拉车，哇，你拉我，我拉你，哈哈哈哈。那这最前面的人不是要被拉脱节了吗？请进行受力分析。就是这里把我抬上去。哇，你这个隔空推车装的也太像了吧，小兄弟，有点不厚道啊。一定可以，这次一定可以把工具人救出来，加油。把这个拖过来，放在这里。好，来，你们信号来了，信号弹来了，哦，来了，哇，三个壮汉，来，一起，接下来人数应该够了吧？哇，这个还是戴安全帽的这种工地工具，好酷啊！哇，他们还可以哦，我进去了，你们能进来吗？这里肯定有个隐藏要素。火把，拿下了，有狗哎，狗怕火吗？冲啊！你干什么？什么意思啊？几个意思啊？在干嘛？在干嘛？别过来！干什么？火啊！野兽，你守护着，哎，干什么？哎，再凶！哎呦，哎，我被凶到了啊！哈哈，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前功尽弃啊！哦，被啃食了，干！再来！干嘛凶什么？有没有了不起的啊？有没有了不起的？
慢走走走走，干什么？啊？干什么？走开走开走开！腹背受敌，腹背受敌。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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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四散而逃啊！原来你们都是，原来这是控制你们的是吧？其实你们是不想跟我为敌的，我懂了。就是狼狗其实也是好人，这游戏最后的一个坏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工厂老哥。时间打多久呢？哇，他们想接我，来带着我的痴汉团体啊，不，壮汉团体。来，我们去，哎，不，别抬我，别抬我，我去比。这个被围观的感觉有点动作片的即视感，有点受不了了，太轻视了。我记得刚好扔了一个人下来，看看现在多少人，就差你了，你要发挥余热啊，兄弟，挡区啊你，我们二十啦，开门啦。冲！啊，你们不跟过来吗？哦，坏了，惊了！啊，我的兄弟没了，我还是很喜欢他们。哎，先过去了。哇，什么东西啊？不是。哇、哦！魂飞魄散！好吧，现在借的是死亡。那么我们蛋蛋今天的历险啊，就在跟他19个啊，不，有一个是已经奉献的，对吧？跟他18个壮汉兄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结束了。对，那么应该还有一半啊，我们下次就继续玩，好吧？我很感谢今天大家看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多点赞、评论啊，还有那个投币啊，这然后就肯定会有下一期啊，肯定会有下一期，Inside的是可以播完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再见。